好，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我向真是大，红啊，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吼！你若听着这不可思议的代志吼，你这别位你听袂到的啦，你普通的迄个电视吼，原来无可能的代志哦，会乎你听着这真实的这个伫迄个现场的迄、那、啰、個、啊，咱这原来啊有相片啊有所本啊，你看咱啊将中案书吼，伊所报的代志，拢总是为伊的这个啊伊的笔录内底，法院的这个笔录内底啊所。所揭露出来哈，啊，咱今麦咱个继续哦，搁讲一下哦。我安尼听到的，心中强要定的，你敢知影？这个访问电台今仔有这机会，最恶梦呢？好，这个蔡妈妈这个案件，就这个电台来向全国，甚至咱全世界关心哈，台湾的关心台湾，关心蔡妈妈的这个哈，这支持者呢，互你了解蔡妈妈今仔日一对这个案件，为了要查真相。啊！咱的国家，咱的国防部，无爱回真相，刷咧，吼、哦，安那来欺压，吼、哦，咱这个吼善良的百姓，吼、哦，让咱今仔日咱的政府的公信力，吼、哦，这个荡然无存，啊、哦，这个整个所谓的做不作为的那个内幕，哈、哦，我一一的在这边，啊、哦，提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啊、哦嗯，这个人讲啊，哈，立出公论了，哈、哦，我们当然很尊重我们的啊、哦、国家栽培的检察官。也很尊重我们国家所培养的所有的司法人员，就是法官哈、嗯哦，这样子。因为我们纳税、嗯、纳税义务人纳了那么多税、嗯，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更来更进步嘛。啊，培养的人才越来越优秀嘛。对。结果呢，叫贵个咧在提油单，咱钱安尼立下侪好，伊立下了全世界税金第一档的这台湾人、嗯，咱所得到的，就是讲咱家饲这个歹囝浪荡啊。等到转头来加镰头、嗯，所以这种的叫政府，我看到这种的叫国家，看到这内底笔录的时阵，我想，人讲吼，有咩透气？我看了的时吼，我真正才感觉讲，咱的国家那会糜烂到这种程度？哦，咱的军事检察官那会有法多职啊？就是说，违背职务到这种程度哈、哦？也就是说，你要湮灭证据也好，或者是说你要去做手，你嘛拜托去做一个较水开的，让人会当让人看心服口服嘛。你要侦查啊、哦，你应该就是在职务上，你本身就是发现疑点，你要主动侦查。对。可是我们的军事检察官，他以我们这种百姓，我们都可以看着这个东西，就知道里面有盲点。对啊。可是你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草率的结案？嗯。然后草率的内容让人家感觉说不敢苟同。为什么我刚提到这个问题？一这个三个当事人哦，三个关系人所讲出来的证词有那么大的矛盾的时候，显然就有问题了。三个版本竟然也能够结案，我这个想。而这个时候，蔡这主任检察官，我个人是认为这个主任检察官是有认真的，是比第一个检察官张家坤，好、是有认真，因为第一个检察张家坤根本连这些都没有问，嗯，他连问都没有问，他只是把过程交代一番，所谓交代就是说，哎，当时的这几个人找来问一问，啊、你们没有看到、就是说，当然就是没有看到嘛，所以我会一直强调，既然没有看到，你凭什么说他是自杀？然后讲这里，我要强调，我常常跟蔡妈妈讲的，蔡妈妈。你要懂得去讲一句话，去问我们的国防部的官员，问我们的政府啊、难道子弹从嘴巴打进去，自杀是唯一的可能吗？子弹从嘴巴打进去，自杀是唯一的可能吗？或许他的获难力，他们一般对案情的侦查，他会认为说啊，从嘴巴进去，他。大概就是自毁自杀会比较多，可是他不是唯一哦。嗯，哦，那还有其他的现象哦。所以当时蔡妈妈在不相信他儿子是含枪的时候，他拿那个枪伤的相片给我看的时候，我也恍然大悟。我说：“哎，不对啊，嗯，这个是手枪吧？”我第一时间看到我说：“哎，蔡妈妈手枪。”他说：“不是，他说是长枪。”他说是六五步枪。蔡妈妈也不懂什么叫六五枪，他妈妈只告诉我这是长枪。我说什么长枪？他就拿相片给我看，我看哦，原来是六五步枪，因为军方1997年的那个当时这支枪就已经是服役的，现在还在服役。现在有更好的 T91 步枪，有进步了啊、哦。那个李哲宇那个就是含 T9，他们说李哲宇是拿 T91步枪自杀。好，那这个部分以后再来讨论，因为李哲宇的父母亲也针对这个问题，他们也
哦，一直很也不能够释怀，而且也一直也不能接受，接受而且一直也他们也很关心蔡妈妈这个个案，嗯，这样子。然后蔡妈妈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我认为说这个是手枪吧，嗯，蔡妈妈也不晓得手枪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讲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蔡妈妈讲说，这个不是不可能含六步枪自杀的、嗯。好，那讲到这里，我就讲到刚刚那个问题。竟然他们说他是含那支步枪自杀、嗯、然后呢他们又把弹夹拆下来，然后弹夹里面的子弹应该会还有一发、啊、一发会在枪膛里面，然后又变成三种版本出来、嗯、三个证人讲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然后这个蔡耀麟主任检察官他很认真哦、嗯、他认真到什么程度，认真到说嗯，他也我相信他也发现疑点，因为毕竟他是军人嘛，嗯，你虽然他是军事检察官，我相信他有打过靶、嗯、对枪的概念大概也会有，所以他就传了谁来问，他就传了我们的当时的叫做现在我们讲说军备局、嗯啊、就是以前我们的所谓的联勤司令部、啊、我们联勤总部有一个叫做、啊、这个、啊、他们后勤部，就是后勤单位，就是专门在生产枪的单位、嗯、啊，这样子。那现在改为军备局哈、哦。那当时蔡主任检察官就传了一个刘士官长，啊，一个姓刘的士官长，就是我看那个笔录是一个军备局的，就是兵工厂的一个技术了啊，技师哈。嗯。他、啊、来问那个技师在现场，就告诉检察官，检察官问他说这样的可能性。就是一个弹夹里面装了三颗子弹，击出一发以后，像张建国上次讲的，还有两发会在弹夹里面的可能性有没有？嗯，那个刘士官长就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的蔡主任检察官，嗯，有，可是那个几率相当的少，嗯、对微乎其微，对，应该说微乎其微，因为我们的尝试不可能，嗯，对。可是这里面已经有一点盲点，而且已经穿帮的，刚刚我们提到，嗯。但你如果他是自杀、嗯、那一把枪就是凶枪，对，而且人已经当场就已经往生了、嗯、你干嘛要去破坏现场，对，还有你那个 你怎么可以去拆那个弹夹，你留得下的指纹，对，你也洗也洗不掉，你为什么可以去弄那一支枪，所以这个部分、嗯哦、等一下我再提到、哦嗯、这个指纹跟这些证据的问题、嗯、我刚开宗明义就有谈到了，因为现场已经被破坏殆尽、嗯、而我们家属是事后在看到的笔录，事实上我看的这个笔录是三年后的笔录、嗯、也就是从事发三年后，就是蔡妈妈在打国赔、啊、透过打国赔官司的法律程序来取得业券的、啊、拿到的那个件中来看到里面的笔录，从业券的笔录里面看到的内容我在这边来向各位来探讨、哦嗯、来报告，来大家来讨论、这个可能要交代一下、嗯嗯、因为那个蔡学良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他给家属的那个死亡证明书一下叫他不可以火葬，一下叫他快点火葬、嗯、之类的、哦、他的一些、找证人来找那关系人来问的一些、嗯嗯、所有的笔录都没有说完完整整的交代给蔡妈妈、嗯嗯、所以呢蔡妈妈才会利用打这个、国赔的官司可以有机会、嗯可以找律师找那个、正当的理由去调阅阅卷出来看、嗯嗯嗯、要不然的话、嗯、这一件案子永远是石沉大海、嗯、你也今天也没办法坐在这边以他这一个、法院判的这一种判决文来讲、啊嗯、然后、啊、来继续这个部分要跟主持人报告、嗯嗯、其实蔡先生这个案子自始至终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进入到法院的程序、嗯哦、就是说在军事法军事审判法的部分、啊、就是军法的部分、嗯、只有到检察官就结案了、嗯哦、那有经过三位检察官有三位检察长、嗯、有两位的主任检察官、嗯啊、这个笔录里面我看到就是有那么多的这个、嗯啊、这个过程一干人等、嗯嗯、可是他们我不相信都有发现很多的疑点、嗯、可是这些疑点呢、嗯、通通都被合理化、啊、我刚刚提到蔡主任检察官找了士官那个、嗯、这个所谓的这个兵工厂的士官长来问、嗯、其实这里面呢
就有一点想要把它合理化，他就是想把它转移了，把它合理化。用这一个人说一下，就像那个蔡妈妈去找那个赵昌平，赵昌平又去弄了又，对，他们就从此以后就抱着赵昌平讲的那个说，监察委员就是讲这样，他现在就想要用那一个方式，也是这样。我相信这个蔡主任检察官，他是想要把案子办好，嗯，因为他会把这些人找来问，嗯。就表示他有心要查里面的内幕、嗯、可是他已经查到眉目了、嗯、可是这个案子呢，第一个他的下属检察官就是、嗯啊、张家坤检察官就是他的下属嘛，他已经结案了、嗯、含枪自杀、啊嗯、那纵使我是主任检察官，我查的这些里面有一些盲点有疑点、嗯、我也不能告诉 蔡妈妈家属说哎，你儿子这个不是自杀、嗯、他也不能去推翻他，对，更何况他还要把它合理化，他因为他还要第一他要这个照顾他的官官相护、嗯、要照顾他的下属嘛、嗯嗯嗯、第二他也不想说啊这件事情呢、啊、反正这些死老百姓、啊、反正我弄一弄、嗯、快点结案、嗯、一切没事这样子、嗯、那这个部分这种心态合理的怀疑、啊、那这个部分我就谈到之前那个检察官、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嗯、既然那个枪是有经过哦嗯、他们加工，也就是说经过他们把弹夹拆下来、嗯哦、然后张建国也承认有去摸那一把枪，有去把弹夹拆，甚至还关上保险、嗯、然后我要讲第一个检察官就是张家坤检察官，他在两天内结案以后就告诉蔡妈妈说，蔡妈妈你们先把大体领回去，民国九十七年的五月十一号、嗯、那一天是母亲节，我们国防部送给蔡妈妈的大礼就是她儿子的尸体、嗯、那是何等的残忍，对，所以讲到这里我要强调、嗯、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会残忍到这种程度说、嗯、在妈妈在这个母亲节的当天、嗯、送给妈妈自己的尸体的当礼物的、啊、尤其是蔡学良、啊、又这么孝顺妈妈，又跟她妈妈那么妈己讲话又那么亲密的、嗯、所以我们提到说、嗯、一直强调说我都快要哭了，蔡妈妈的儿子哦、他妈妈当时一直问说他儿子，他一直告诉 军方说他儿子不会自杀、嗯、他儿子没有自杀的动机、嗯哦、没有人要理他，没有理由啦，没有理由自杀啦、啊、所以说我说嘛，就是那一天五月十一号、嗯、蔡妈妈把大体领回去以后，收到国防部这份大礼，生入这个妈、嗯、母亲的大礼以后、嗯、他忍痛把大体领回去、嗯、领回去以后呢，主任检察、这个 张家坤检察官就是宣判他儿子含枪自杀的检察官、嗯、就告诉蔡妈妈说后续我们再继续侦查，然后有什么后续的这个发现会告诉你们家属、嗯、一直都没有消息，所以到六月四号隔夜的六、月四号、嗯啊、然后因为透过我们这个当区他们选区的立法委员移政到委员、嗯、然后在立法院召开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啊、然后要求国防部重启调查，然后国防部才重启调查，然后由蔡耀麟检察主任检察官好、哦、在做这个动作、嗯、那现在回到这个张家坤检察官的行为、哦嗯、你既然告诉蔡妈妈说你会去细致查、嗯、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又把他结案了呢？没有结案了、嗯、然后他查的内容我发现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地方，在1997年的五月十一号蔡妈妈把尸体领回去，五、嗯、月的十三号，嗯，五、哦、月十三号这个检察官就有要求宪调官、嗯嗯、台东宪兵队的宪调官把那支枪送到台东县警察局监视科去做初步的、嗯嗯、他们所谓的初步的检验、嗯、验什么？验枪口的血迹、嗯、枪身上的指纹、嗯、还有枪管里面的血迹或是唾液、嗯、他既然说含枪嘛、哦哎、就含对对唾液、哎、这样子、哦哎，结果在五月十六号，五月十六号，我看到的内容是台东县警察局监视科五月十六号就把报告就做出来了。嗯，怎么那么快呢？就做出来，做出来了、嗯，做出来以后，结果那个内容写说验不到任何血迹，嗯，也验不到任何清晰的指纹，也就是说有两枚指纹，可是那个不可比，没有办法比对。嗯嗯。哦，因为不清晰，所以不想办法指对比对。可是有没有也不对啊？那个是张建国是吧、哎对？他不是说他有去拆卸什么的，对，他是戴着手套去弄的吗。所以说这一点我就要问了哈、哦嗯，我们的检察官、嗯、他为什么草率到这种程度？嗯，你既然台东县警察局
就已经在五月十六号就已经回函报告给你们，嗯，哦，宪调官也给你们军事检察官，嗯，告诉你说他这把胸腔上面并没有可以比对的指纹，嗯，也没有血液反应，唾液的反应，哎，指纹都没有，哦，既然没有。那，啊，子弹呢？那个发出来的子弹找不到弹头，在他的，也没有弹头哈，啊，像现场的弹头在他的那脑壳里面吗？没有没有，但他弹头是穿过去他的，因为他的，嗯，是穿透伤，他是穿过去的，啊，穿过去的，那子弹有没有捡回来？没有，里面找不到，有没有，没有找不到，没有弹头哈，啊。那在 X 光里面也看不到弹头。好，嗯嗯，那现在我们要强调的部分，现在谈说这个台东县警察局鉴识科做出来的报告，并没有这些东西。嗯。没有这些指纹，没有这些透液，嗯，没有血迹反应的时候，嗯，你主任，你检察官，嗯，你是不是马上要通知家属？对呀，啊，告诉家属说，哎，暂时不要把大体火化，嗯，这里面有疑问，嗯，你应该这个是合理的质疑嘛？对呀，啊，你既然说他是寒枪自杀，啊，那把枪上面并没有蔡血良的指纹，也没有他的血液，也没有他的透液反应，嗯，而更没有张建国他拆弹夹的人。还有关保险的人，嗯，他的指纹也没有，那就表示那一把枪有问题嘛。那还有啊，你那个子弹有射出去，你那个弹头跟那些东西，你应该找回来，通没有找到，因为那个地方不可能失踪嘛，嗯嗯，那你直接射出去的东西都要找回来，啊，那为什么只有那个找不回来，没有找回来，嗯，好，所以说，嗯，所以说这样子他也能解，相当的离谱啊，离谱倒是说你应该发现问题要主动侦查，你应该发现了这个很就是说很具体的这个事实，嗯，并不是如他们证人所讲的他是含枪嘛，哦，嗯，因为现场的关系来说他是含那一把枪，可是那一把枪验不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嗯，你检察官是不是应该深入去调查，嗯，是不是也应该通知家属这件事情，而且要他们暂时停止火化，对对对，这些动作没有做，先冰存起来，没有做，嗯，所以一直到了五月二十号，九十七年五月二十号，嗯，蔡学良的大体公祭火化后，嗯，蔡妈妈在哦六月份请这个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召开公听会以后，嗯，在公听会的要求，我们国防部重启调查，国防部也重启调查了。那重启调查的部分呢，也没有提到这一段，嗯，然后呢，这个主任检察官问了这些证人，也发现了这些可疑。嗯，也没有去主动侦查，嗯，甚至还把它合理化，因为我刚提到他有传讯，对，那个兵工厂的那个技工，那个技师，那兵工厂的那个技师呢，那个士官长呢，他也告诉我们主任检察官说，这个机会是相当小的，嗯，啊，相当不可能的，啊，也就是说，虽然是有，可是那个几率是相当的少，嗯，那这个部分检察官你没有质疑吗？主任检察官你没有质疑吗？嗯，好。那他们还是把它合理化，怎么合理化呢？嗯，他们再把蔡学良的那个地检署的那个检察官那个严国胜检察官的验尸报告，嗯，再送给高等军事法院检察署的所谓的法医，嗯，这位法医是台大的吴慕容法医，嗯，吴慕容法医就以书类的审查，因为他当时他是哦也事过境迁了嘛，他蔡学良的，对，看到那个大体的，他就有看到他们提供的那些所谓相片跟这个啊，嗯哦，军事检察官的第一时间的那个说，嗯哦，这个切结，还有那个地方这个军事检察署的那个所谓的法医啊，严国胜法医的这个报告，就以那些东西来作为书类的审查，嗯，那我们的高等法院的法医吴慕容先生，嗯啊，就台大那个吴法医，嗯，他也继续民意的写得更清楚，啊，甚至他还讲得更多，嗯，说蔡学良是含枪自杀的，嗯，那这个部分呢事后这，啊就是在应该是去年，啊，我们跟蔡妈妈，啊，有机会去这个找了这个吴慕容法医，嗯，那吴慕容法医呢经过我们蔡妈妈多次还有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嗯嗯，还有提供了其他法医的看法以后，也去跟这个吴慕容法医沟通以后，吴慕容法医也毅然决然推翻自己的那一份，哦，之前所做的，在，嗯，应该说在两三年前所做的报告，嗯，他就说蔡学良的伤跟六五步枪的枪伤不吻合，嗯，他就毅然决然推翻了。那这个部分呢，哦，在这边，啊，这个检察官有没有去采信这一份？没有，这个部分因为是三年后，哦，就是说我说是去年，嗯，101年，我跟蔡妈妈去拜访吴慕容法医的时候，吴慕容法医才写的这个
他的一个看法给蔡妈妈，让蔡妈妈有机会去重启调查。所以这个吴法医算是相当有良心的，而且他也发现了自错难改，自错啊，自错能改，自错有改。对，我也觉得这个，我也看到了这个吴法医的慈悲，因为当时他也告诉了我说，蔡妈妈在99年啊，应该说九十七年了，就去找他，98年了，还是97年，就去找他。找他的时候呢，他也告诉蔡妈妈说：“你要想办法去翻案，有机会让我去跟法官说。那我就问吴法医说：那当时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看法？他说：他当时也有疏忽的地方啊，因为他当时太忙啊，这样啊，他也疏忽的地方，这样子应该是说他有承认疏失就好了。对，好，那这个他不是看到大题，也没有去现场，也没有去那个。那这个部分呢，我要讲的是说，当时这个主任检察官他问了这些证人证词有问题，然后又发现了这个台东县警察局所做的监视课所做的这个这个检验报告也验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应该会起相当大的质疑才对，是不是现场这个15个人所说的这个证词的真实性已经有很大的质疑的，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办法要去帮蔡学良去找真相？我在想说他可能要赶紧毁灭真相啊，他怎么可能会去找真相？这一点我们都把他看了，他们我们都把他当人类看了，是不是这样子讲？你现在是一直在讲，我就一直心里一直很痛，一直想到说那个蔡妈妈她所遇到的一个宝贝儿子这样子乖乖乖宝宝，这样两个母子俩这么默契的这样，忽然间出这个事情，一路走来这样子，她所遭遇的这一切，你在讲的时候我都很想哭哎。我可以体会到说，我相信在这个做妈妈的，在这个我们的那个所有全海内外全国的观众还有支持关心蔡妈妈的朋友，听到这一段的访问以后，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会很沉痛，对，很沉痛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国家培养的军事检察官，会这样子的违背职务的行为，违背人类，那反人类的一个。所以讲到这里，我坦白说了，我心也很酸，因为我一直也很相信我们的司法人员，尤其是最基层的这些检调人员。那从蔡学良这个个案里面，我看到的是说，为什么这些检察官他们也有父母，他们也许会为人父母，他们为什么不会用同理心来看这件事情？对啊，你不要没有啦，从蔡学良事情发生到又到洪仲秋，这中间又死了多少人？所以从洪仲秋到现在又再死了4-5个人。你看那个这一路走来都完全没有变，完全没有改变。所以说当时蔡妈妈写给马英九的信陈情函里面，蔡妈妈就提到一句话，我看的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也感觉到很沉痛。他说怎么样？他说军事，蔡妈妈既然她可以讲出这句话，她说军事检察官就是国防部的遮羞布，她讲这句话，为什么她会有感而发的讲出这句话？她就是已经从她儿子的个案里面看出太多军事检察官不作为，因作为而不作为的这个态度。就像我刚刚讲的，她发现了那么多疑点，那这些疑点里面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内幕。啊，这个内幕其实军事检察官，如果你发现疑点，就像我们发现疑点，我们会主动想去了解，我们是没有权利的人，而你是身为一个检察官，你是有权利的人，你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呢，你要主动侦查。你这个真相要不要让他露，要不要让他显现在世人的面前，那是在乎你呢。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违背职务上的行为？对啊。我一直强调违背职务上的行为，所以这个里面是有犯法的，不只是那么简单违背职务，我觉得它不是人类了，已经不是人类了。这个违背职务上的行为，这个过程以后由司法来这个论来没有，我总觉得啦，只是要有一天呐，我们台湾的所有的母亲但那个做母亲的意识觉醒了以后，这个要加倍的要给他。
要给他讨回来啦、嗯、要加倍讨回来啦、嗯嗯嗯、我觉得说你看你让所有的这个役男在这个部队里面丧失生命以后、嗯嗯、你看看不要说每个礼拜在那个火车站那边坐着那边这么这里那么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这样几千人这样子、嗯嗯嗯嗯、你让他们这个暗夜的哭泣没有、嗯嗯嗯、这眼泪你哭给谁听啊、嗯、只能哀嚎而已啊只能哀嚎啦、嗯、我在想说蔡妈妈她 还有一点点说 有天使有菩萨在旁边帮忙她、嗯嗯嗯、能够追到这么些许的一点点资料可以拿出来报、嗯嗯、有多少人她连要讲都讲不出来所以从洪仲秋菩萨的往生、嗯、这个个案里面让全国人民哗然知道我们的最高检察署的检察官都可以这样子检察长哈检察长、嗯、对对都可以这样为所欲为、嗯、就无视人民、生命的重要也没有把军纪把政府 给他们的公权力当成一个、为民服务的一个依法行政的一些、作为所以会让人民相当的痛心而从洪仲秋的个案里面再反射到蔡先生的个案其实我们刚刚强调了军检不作为其来有志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这样去说与其要说他们不作为更具体的讲法换句话说应该是托他们奉命办案、嗯所以蔡妈妈才会讲说他们是国防部的作秀部对我相信我们基层的检察官他们也是有良知的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样子但是他们的良知、嗯总抗逆不了命令啊、嗯、因为部队里面就是升迁或者是他本身有什么狐狸未去会张掉还是说他们本来就是那一种在部队里面狼狈为奸的上线下线 的那个关系、关系看开来对不能够有所作为的 我总觉得啦看了听到这样子我总觉得说我们缴税金养的这一批人不把我们这个缴税金的主人当人看、嗯、最重要在这边、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再继续来谈、谢谢。